好，第一節開始。好，我仲未識得。呢個係咩？呢個係挑戰組嘅挑戰組，係啦係啦。佢哋名次都係三四咁啱，咁呢場變咗係例行公事賽，因為下一場才是真正的季軍戰。哦，咁樣小小組嘅最尾一場咁。排名已經係分咗出嚟啦，所以。由於排名已經提早分咗出嚟，所以佢哋所以根本係變咗呢個例行公事賽啊！下一場會先係真正嘅見真章。九號一球，白色九號入，三號籃板，都比較年輕喎啲人啊！係啊，呢個十號想偷波唔成功啊，攞翻個球權都係係啊，仍然黑色嘅十號呢個助攻王好犀利喎！呢個留意呢個白色係十號啊！十號留得啊！啲防守進取，係啊！哇！直接對上九號，啲對方啊，呢個少少偷襲咧就係頭先好多金球可以送俾，係可以係三係啊！係抹低佢啊！使唔使呢個？唔使呢個，唔係好笑嘅，不時好啊！呢個唔夠你嗰啲好。九號都話佢偷哦，一個 steal 啊，十號一個 steal， 提早話呢個十號要留意佢啦，助攻同偷波係好出名出色嘅，非常好啊呢個，一個九號 Parker， 哇，一個拉過十二籃板，咁啊顏色好啲，咁啊舒服睇好多，好過上次。十三比九，三分，哦，冇問題啊嘛，係十幾，十三比九，好，問你一個啊，十蚊啦，好，十蚊，多謝，多謝任哥，唔緊要，我幫你，幫你起個領球，三十比十啊，依個，十號球，三執開籃板啊，不過炒粉啊，即係輪流執板喎，十五一個板，三號一個板，黑色三號，好，收到。三十一個 steal， 三十炒九號籃板，邊個 Parker 一個籃板，呢個真係高點砸板喎，係非常厲害 ，Parker 都三十雙方都係有三個板啊，而家你啊，呢邊十三號啊，少少走步啊，四分到三分鐘，哇，三個就。有啊，都九號啊，號兩分，係啊，三分定兩分嚟？兩分嚟，兩分嚟嘅，只要好十號板，十號籃板，十號助攻，三十一，呢個助攻王啦，真係唔錯啊！助攻俾邊個啊？三十號，三十號入波嘅呢位球員係叫陳一彤啊！誒，佢嘅球衣都係三十號喎，係，紫色、黑色都係三十號啊！又一個 A 啊！又一個哇！依個第二節。兩個 A 啊！好似講粗啊咁，真係幾難受。A 啊，又一個。人哋又一個入波，係又一個 A 啊！入球波啊，依家。現場呢個觀眾已經係凝聚咗超過一百人啦，就睇今日嘅護身節嘅大戰啦。我哋現場俾掌聲佢先。飯後節目啊，依個係。好氣氛！哇，氣氛真係高啊高！好厲害啊！鏡頭都震埋啊，真係。護身節有呢個超過呢個現場觀眾超過一百人呢個就係啊，啱啲破東方最難玩嘅幾耐。九號一個 steal， 係九號。九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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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一定要睇好清楚啊！啲眼神繼續留意佢。唉，送一分俾你哋啊！
送俾我哋嘅回饋性幾多球星啊？都 Jordan 啊、Parker 都喺度。因為其實兩隊嘅主色衫撞色啊。哦。咁飛無奈要呢、這個。擺埋入衫。入咗。飛無奈呢、這個球星。係啊，要用球星出球星嘅波衫。真人啊，啲限量版啊，23號啊。23號呢個係邊個著啊？係無 Jordan 無師嘅 Jordan 啊。無師。又係15號喎。無師喎。15號。哎呀，球星30籃板又入咗。呢個無師嘅 Jordan。你個 Kobe。今年佢復出啊，第一站就翻翻無師啊。係。隔完一季就翻翻攞翻三粒戒指啊嘛，咁成為呢個最強嘅傳奇啊，人稱叫波神，男神啊係。男神。男神，籃球嘅男。佢問你哋嘅年代啊，應該未出世喎。都出咗㗎啦。都出咗㗎啦。都仲有生命嘅。我哋嗰陣時係喺大專嗰陣時就睇呢啲啦，就睇呢樣。9-15咯。9-15啊嘛。十四分，少手嘅只得9號一個啫，都係死咗5球，但係我又得咗3分喎，兩球 A 啊，會唔會呢個例行賽啊、陽賽咧，費事俾對方見到自己嘅實力啊？真係啊，埋藏下自己實力先。我熟透自己。12籃板。12籃板。23籃板有球權，要交12球。上一次啦，喺呢個新星組啊，又係冠軍戰，我要打兩回合喎、啊。又係你啊，嗰次賽嗰條攰輸喎，之後反翻去贏佢喎、啊。哇！真係好啦，好厲害。犀利呢個真係。仲要係俾人炒20度嗰日，哇！人哋依家啲人就決去到決賽先嚟追佢。係啊，呢場嘅季軍戰多兩隊啊，我哋嚟留意下。佢就會下星期六啊，同一時間啊，呢、這個土喺邊個球場咧？我都唔記得，喺土瓜灣呢個好似喺九龍城。九龍城。佢進行佢哋嘅今個季賽季嘅季軍戰啊。好。即係我哋甲一組嘅季軍戰係由永倫對呢、這個。福建啊！我哋呢個呢組嘅季軍戰由呢個白色對黑色啊，13號。又係佢啊！呢個哇，拍波嚟又係，真係成個瞓咗入去。13號。天拋4次。睇嚟都啊，靚傳啊！呢、這個助攻嘅9-30號。都話九都係重要啊！呢個暫時加出30啊 ，Parker 都唔錯啊，10號都勁啊！哇！啊，好啊！遲啲喺中間先，拜拜，好啊，拜拜。遲啲中間先，拜拜，拜拜。有9號啊，試個3分啊，一入波俾9號籃板。9號籃板，拜拜。由於太悶啦，現場觀眾都走七七八八。娛樂節奏都係15一個 steal， 分地一個 steal 啊！哎，好彩！我哋雖然係一個籃球呢個聯賽嘅提供者，但係啲同啲球員係好 friend 嘅。頭先見到係都係咁多謝啊！係咁多謝我哋嘅。係啊！哇！快9號啦！都要認住我哋啊 ！SBL SK 獨咁啊！真係要認住我哋。係啊！肯定有呢個奇妙旅程啊！我哋個親和力係好高的。係啊！我哋有奇妙旅程啊！加唔住一齊打啦！我哋有迪士尼嘅口號。迪士尼口號。奇妙旅程。奇妙旅程。我遲啲請你終身難忘。係12號自己入，我遲啲都會有一個主題歌啊，有呢個小德子同阿小豪子主唱。德豪樂園，你知 NBA 啊？最近咧六場呢個冠軍戰都場場有主題曲啊。15號。
啲扯，每一場都有主題歌啊嘛。係啊，呢個即係臨開場之前。唔係啊，即係改編主題歌啊，啲人惡搞啊。哦，有冇打有冇聽 ？Cap TV 都係啊 ，Cap TV 啊。哦，好好聽喎，唱得好好聽喎真係。唱到佢夾埋啲精華。係啦。你講埋粗口喎，咁啊。呢個。兩頭散。唔出得街喎呢個。哇！林彦祥一個 turnover 歌，第一節結束14-7，白色領先7分。大家